Hello，现在来介绍一下哦，来做一个用马达呢来做一个爬楼梯的一个装置啦哈。那这个人物这边呢哈，其实呢可以利用他脚的一部分做一个那个可以动的一个动作哈。那这边是纯粹是要马达带上去的啦哈。好，我们用到按钮哈，就是每按一下哦，让它爬一阶哦。那当然可能就要算一下，爬到最顶端的时候是几阶了哈。那如果做两个这样的一个装置呢，就可以比赛做这个爬楼梯的一个比赛哈。好，我们来尝试开始。爬到顶端之后呢，好，那就可以让它，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就可以重新再做一个比赛的一个动作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程式这边哈怎么写哈。好，这边然后我们呢就是等待，然后